自闭症是一种脑发育障碍，它主要的特征表现是社会交往障碍、言语和非言语的沟通障碍，以及刻板的行为障碍和兴趣的狭窄。很多自闭症的儿童发病是在3岁之前，3岁以后就有很明显的一些特征表现。自闭症的发病有很明显的性别特征，比如男孩和女孩的这个发病率大概在4:6:1，男孩会更多一些。家长可以从以下5个步上面去看一看，孩子是不是有一些自闭症的倾向。比如说第一个，不看。正常的婴儿可能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他就会和母亲有很好的互动，但是自闭症的儿童更多的去关注一些非生命的物体，他很少去关注人物的面容啊、表情啊，甚至眼神。第二个是不应，比如说正常的孩子在4个月大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去逗弄他或者是呼喊他的名字，他都会有很好的回应。但是自闭症的这些儿童，即便你呼喊他的名字，你跟他扮鬼脸，他都很难有正常的回应。第三个就是不止，可能很小的孩子他会用双手合一啊，他表示谢谢啊，或者可能摇手来表示再见。但是自闭症的儿童他可能不太会运用这些肢体的语言来表达情感。还有一个就是不语，自闭症的儿童语言的发育是非常的迟缓的，甚至他可能会出现言语的倒退。第五个是不当，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当的活动或痴迷一些特殊的活动，比如自闭症的儿童他可能会反复的开关水龙头，或者反复的去打开关，他可能会对一些特殊的物品感兴趣，比如旋转的物品啊，比如风扇、车轮，我们看起来兴趣特别的呆板，对我们常常感兴趣的这些社交或其他很难感兴趣。我们一般可能会对自闭症有5个很常见的误区哈。性格的内向也会有正常的情感反应，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性格比较内向，妈妈带他出来，看到一个陌生人，他可能拉着妈妈走或者躲到妈妈的身后，但是他会有一些正常的反应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有很多社牛也会被诊断为自闭症，他谈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的时候会滔滔不绝，可能很难去打断，但是他的言语啊、声音、表情都和正常的孩子不同，如果你打断了他还会情绪很暴躁。所以说自闭症它并不是性格特征，它是一个神经发育障碍，它和父母的养育方式无关，更多我们会认为它和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有关。比如说一对夫妻他养育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，下一个孩子自闭症的发生的可能性可能要占25%左右。当然自闭症也不是一个100%的遗传病啊，它还和很多环境的因素有关，比如常见的环境，母孕期的病毒的感染啊，母亲可能有不良的化学物质的使用啊，以及母孕期的一些化学物品的接触。如果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过长，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自闭症的症状，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交往能力，可能会让我们看起来有些自闭，但并不是说长期的沉迷电子产品会得自闭症。自闭症是不能够自愈的啊，自闭症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疾病。比如说一个自闭症的患儿，他开始上学了，他可能表现出更突出的情绪障碍啊，一些更暴躁的一些行为特征，包括年龄的增大之后，他的社会交往能力也会变得更差，他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自愈，所以我们要早期的识别。智力低下的患儿的比例大概占50%-60%，但是有一种我们一般称为阿斯伯格综合征，他在某一个特殊的领域可能会有特殊的才能，比如说计算力，比如说机械记忆，